给你带上。不用了，小军，你这么晚找我出来就为了这个事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我们两个已经成为过去式了，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你说的就是那个在厂里上班的阿宝吧？他能给你什么幸福？我不容许你这么说他。我知道当年是我对不起你，没跟你道别就悄悄地离开你，现在我后悔了，所以我回来接你。你能不能嫁给我？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我们俩已经不可能了，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你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的话我先走了。哎，美丽美丽，花谢花开，春去秋来，我怕等不到你的爱，又是雪花飘落的季节，神龙师傅，婆婆，这大半夜的你怎么还不去睡觉呀？你还知道是大半夜啊？你刚刚去哪里了？婆婆，你都知道了。我不问你，你是不是还打算瞒着我？对，我们家是没钱，阿宝是没本事，没钱给你买手机，也没钱给你买定制的项链。如果你觉得在我们家委屈，我绝不勉强你。婆婆，你怎么会对我这么没信心呢？我都嫁到这个家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都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我早就习惯在这个家里了。在这个家里面，你阿宝你们都对我很好，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。就算没有钱，我们可以一起挣呀。如果没有这个家，你给我再多的钱，我也会感觉到不幸福。真的吗，儿媳妇？我以为你会选择再也不回来了。婆婆，我怎么会舍得丢下你，丢下这个家呢？这辈子我就赖定这个家了，我就赖定你了，你想甩都甩不掉。婆婆，儿媳妇，你们都离婚那么多年了，你也给他把钱用？我放手。不放。哎呀，这两口子怎么又吵架了？你给我滚！我就不滚。我不就给他转了2000块钱吗？又没转很多，你想干嘛？2000块钱，你知道这2000块钱我要打多少支钱包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和他联系？哎呀，这个三炮呀，怎么还打钱给他前妻用呢？是他联系我的，他说他生病了，现在没有钱才问我借的。他生病你拿钱给他用，我生病你拿过一分钱给我吗？每次我生病你就让我多喝点开水，你拿我挣的钱给他用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放心，他会还给我们的，又不是不还。会还给我们，那你等着，你要觉得他好，你就把他找回来，你给他过，我走。要走就赶紧走，走了就不要回来了。走就走，谁稀罕你？我也不稀罕你，天天发脾气，谁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？三胖，你怎么又跟猪猪吵架了呀？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你就不能让着他吗？你跟他吵什么呀？他前段婚姻过得不幸福，你们有缘才走到一起，他是希望你能对他好一些，他不想他的婚姻重蹈覆辙，你明白吗？我，你知道吗？作为一个女人真的不容易，他为了这个家忙里忙外，伺候完老的又伺候小的。你说啊，你作为一个丈夫，你再不对他好一点，他多伤心多难过呀。你看他现在又怀着身孕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啊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阿冰婶，我知道错了。那你现在还不快去把他找回来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猪猪，猪猪，哎，江叔，你有没有看到猪猪呀？哎呀，三胖，你天天跟猪猪这样吵架，一吵架就要离婚，这也不是个事啊！哎，好了，江叔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去把猪猪找回来啊。哎，这两口子，猪猪，哎，整的去哪里了这？猪猪，哎。跟你说啊，三胖，我们家猪猪上一代婚姻不幸，跟你走在一起来也是一种缘分，我希望你能好好对他，不要辜负他。爸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一直对猪猪好的。哎，美丽，你有没有看到猪猪呀？
没有啊，你跟猪猪又吵架了？哎，我就说了他几句他就走了。三胖啊，这女人啊要哄要宠，你不要动不动就跟他吵，对他吼。你们两个人啊能走到一起不容易，要懂得互相包容互相理解。猪猪这么好的女人，如果你不珍惜她的话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失去她的。哎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这么对她。你知道错了就好，走，我们现在赶紧去把猪猪找回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分了手。好，你去那边，我去这边。美丽，我找到猪猪了。啊，找到就好。猪猪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不是让我滚吗？你找我干嘛？猪猪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吼你骂你，你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你每次都这样说，每次都不改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两个人能走到一起不容易，哪有夫妻不吵架的？再说了，你现在怀有身孕，你一个人怎么养活孩子？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，我对天发誓。好吧，我最后再相信你一次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走，我们回家吧。猪猪，你今天走了一天也累了，今天我做饭，你去休息吧。算了吧，还是我做吧。你做的饭能吃吗？哎呀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婆婆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儿媳妇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才回来呀？不是那个三胖跟猪猪吵架了吗？我跟三胖一起去找猪猪了。那猪猪找到了没？找到了。哎呀，这两夫妻哪有不吵架的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夫妻之间要用宽容的心去看待对方的缺点跟优点，这样啊两夫妻的关系才会更和谐。是呀，每个人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，但不能让情绪影响了夫妻关系。嗯，走吧儿媳妇，快吃饭去。走。